大好听哥，今天呢接触一下年轻人，那这对年轻人很不得了，多不得了呢？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三千有办了一个创意的一个竞赛，他们拿到了特优奖。后来我听完以后，我就决定要邀请他们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们是高三学生，他们呢到底是什么样的产品，然后让他们会怎么样的发想？我今天想要找他们两位来跟大家聊一下，我呢要想办法呢要深耕我们年轻消费者的市场，年轻族群啊，对啊，不然一直都被大家说我老了。你要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，你要先知道他们的创意在干什么。也是好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进入来要聊的这个重点，他们获奖，然后为什么会来参加这个比赛，好不好？我一直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哎。嗯，那你先。陈同学。好，那你呢？黄同学。黄同学。OK， 那你叫我魏同学。好。突然吗？很突然吧。好了，哎、欸，我想要先聊聊说，这次你们为什么想要去参加三星的这个创意比赛啊？那时候好像就是在学校网站上看到的。学校网站看到，然后又看到其他同学报名，那我觉得就是三星这个比赛，它比较注重要怎么样把你的想法提案，然后让更多人知道，或者是把它实现出来。哦，了解。哎、欸，那通常其实有这样子的想法，一定是你们在发想这样子的一个提案的时候，之前自己有遇到这个状况，因为通常会有一个新发明，都是之前自己可能亲身会遇到相关的一些问题，然后你想要把这个问题解决，没错吧？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这是你想到的吗？没有，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就也是一起在搭公车，一起搭公车。对，然后那一个站比较复杂，它是在火车站，它公车比较多，所以我们招手之后，那个司机就是很犹豫，可是他最后还是就是直接开过去，他就是也没有停。你是说公车司机会觉得这站到底有没有人，所以他就决定说好像应该没有，他就开走了，是这样吗？对。哦，所以你的产品就是跟这个有相关。好啊，哎、欸，那所以你们的产品发明的这个功能，对，最主要就是想要做一个上车铃的概念，上车铃。我们公车有下车铃，我们就是也做一个上车铃出来。哦，下车的时候我们会按铃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说跟司机讲说我要下车了，所以司机就会把车停下来。那你说做一个上车铃是我要跟司机讲说，哎、欸，这一站有人要上车了，所以你应该要停下来，是这么说吗？对。哦。那所以你们是应该是一个接收端，一个发射端，是不是？他们使用哪的应该就是了吧？对、啊，像这个就是公车的发射端，那它会装在公车站上面。哦，公车站上面。对。哦，啊，上面可能就会有各个路线的编号，然后按下去之后，假设它是28号，那它就会收到。我知道了，你现在是28号公车，你是公车，所以它按28的时候呢，你公车你就会靠过去了，然后它就会亮，然后它就会亮起来说，然后加5郎。嗯，对。哦，那。所以，如果我这一站呢有10个公车会过去，你这边就会有10个按钮。对，我可以这么说吗？可以。那如果同时很多人去都按下去了，所以在开过去的时候，我就说哦，这一站我一定要停，因为已经有人按了。对。就算他没有看到有人招手，他都确定有人会上车。对。哎、欸，其实这蛮好的、欸。那我想说，那你们觉得这次因为参加完三星，然后有拿到优胜以后，对你们之后有什么改变？可能就会更有信心去继续完成更多东西，而且就是他这次竞赛刚好有奖金哦，还有一些奖品，有奖金哦，对，有奖金，然后就可以拿这些东西来，原来是有奖金哦，哦，就是有奖金，所以你们就是又可以用这奖金再去做更多的东西，做更多东西。好，那我想实际一点，因为我也是电子工程的，你会想把你的产品量产，真的让公车司机使用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会想。可是到达这一步之前，感觉还有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。嗯，其实蛮多的，包含你看，刚 Tim 早问你说防水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的电力可以怎么用？其实这些应该都是你们会接下来真的要去量产，应该会遇到的困难吧？因为好的产品，我们就会希望说它能够问世嘛。问世的话，就是你们可以再从这方面做更多的修正。对，所以可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慢慢克服，慢慢克服才可以达到量产。哦，那你会推荐大家呢再去参加三星这个比赛吗？因为有钱，我可以这么说吗？好像可以。可是我觉得，就是他除了是提案发想之外，就是他好像还有一些课程，就是他好像会教说怎么样去提案会比较好。哦，哎、欸，这蛮好的哎，会有专属的工作坊，会给你一些资源，让你把产品做出来。哦，那也很好啊。像我那时候没空，刚好没有上到。你怎么那时候没空？
但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这个是实体按钮，那你知道现在很多人都有手机，那有手机的也可以参与，比如说跟司机讲说我要上车。实际上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可以利用手机连到站内的网络。哦，手机连到站内网络。对，然后去预约。哦，去预约。你们接下来也会开发成一个 APP， 还是说我们就直接透过一个 website， 然后点下去以后可以进到这边来跟司机讲说我这边有要上车。我们的是期望说就是开发成 APP， 然后它会变成是它去存取你的位置之后，我感觉知道你在哪一站。哦，其实这样其实不算准确，因为现在 APP 都有定位功能。对，但是现在就是先做，就可以开启一个网页去预约。好，用网页来预约。OK， 好，来，谢谢你们两位到我们频道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其实第三届的三星的这创意比赛活动，现正也在报名中啊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现在刚好有看我这影片的，跟他们一样非常有创意的想法，然后对产品设计有抱负的，我觉得你们可以去报名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导演，我们俩去报名，看没人。这个比赛有年龄限制吗？有年龄限制吗？如果你这个年纪还在读高中，那应该可以。啊，你是真我高中生？对，我魏同学啊。好了，那就先这样了。OK， 谢谢你们，拜拜，拜拜。所以你高三，你们是同学吗？对。哎，你班有几个人？三十几个吧。同班吧？不同班。哎，不同班？不同班。那你们应该也三十几个人哦。我们班只有28个。28个加起来就50几个。那50个人都订阅。对。你答对了。